Lab 14要做的是随机炫彩灯，让 RGB LED 随机亮起不同颜色。在第二行 urandom 是乱数的函数库，并呼叫 urandom。该 trendbits 方法取得乱数，此参数代表要产生几位元的乱数随机数，设为一就是2的一次方正结果，即0与1；若设为3，就有2的三次方结果，即0到7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用 urandom getTrendBits 1来决定 RGB LED 来控制颜色的开启。在第12行程是有写到，若红色与绿色被关闭，蓝色一定得打开，才不会有三个颜色都关闭的情形发生。